想不到的婚丧喜庆，我们请来特别来宾白云。林姐好，你干嘛装可爱啊？害我一整这个鸡皮疙瘩都快掉下来。真的，还穿着黑色装可爱。是的，多恐怖的可爱娘。嗯，哎，你空在啥？大家好，林姐好。对呀，对呀，年过四十，体重超过一百，不要穿。你以为你今天是怎样寿星就可以讲装可爱的？他寿星啊，哪有寿星？寿星穿那么人面寿星哦。好，下面。其实这动作是有修饰的作用，我们就不用了，对不对？白云一定要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啊，那我嘞，再修他的脸，要我也要。OK 的啦，所以课本也用。课本其实课本这样就好，白云哥要这样。那我担心你，你如果再放下去，你大概也要这样啊。对啊，你怎么了？怎么是你肿成这样？是被谁打的？最近身体发炎的，就感冒一个月都没。还是泡澡泡太多，还是水喝太多？泡澡泡太多也会吗？会啊，会水肿啊，他就是泡水泡到肿的。马福林。还不会烂掉嘞！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婚丧喜庆，你们有没有参加过最离谱的丧事，或者丧事，或者是婚事都可以？离谱哦，离谱，应该他比较有吧？他应该常常啦，你看他这个，他是什么台湾人本嘛？我在讲，因为我怕他们的不够精彩，我再来补强。那留到最后，那我们先讲开心的好了，就讲婚礼，嗯。最好笑的婚礼，参加过最好笑的婚礼。我先拿，我有主持过一场婚礼，然后呢是我朋友的婚礼，然后呢我主持完了以后呢，他的爸爸非常的厉害，然后他就进二十几桌，已经进了二十几桌，进到我这一桌了。我酒量很好哦。对，他已经七十岁了，还留木村拓哉的头发。哇，那叫什么？老兵退下来的吗？那叫做何苦来哉嘛。头发量比我还多了。反正他就说，哎，客完他讲台语，然后客完呐，你主持个礼拜，大概拢就欢喜，你零三杯，啊，就那种敬酒那个杯子，他喝的是真的哦。啊，我就啊真的喝三杯，那夸奖你主持的好，大家都很开心，然后喝了三杯。啊，就问，客还呐，恁爸几岁？说，哎，阿伯，我爸爸六十岁。哦，恁爸六十岁，我七十岁，你饮三杯。然后我就喝了三杯，就已经突然在晕了。头晕了。啊，恁家阮囝是实在话久，哦，差不多七八年，七八年吼，你饮三杯。饮三杯啦。我那天都还没有喝任何酒，就是他爸一敬完我酒，可是他爸爸从二十几桌进过来，你看每桌喝三杯，你也喝了九十几杯，就算那个我看也有半瓶到一瓶 whisky， 七十岁了，当天大概七八十桌在圆山上面最大的一层，好结束，我们已经喝得很嗨了，差不多快要醉了，要去闹洞房，看到他爸又站在洞房门口。然后地上摆二十瓶那个 swing， Oh my god！ 对，他要干嘛？你是要来闹洞房哈？来饮三杯，就是每一个要闹洞房的都要饮三杯。啊，这届都不是小杯哦，都是大杯哦。公杯哦。什么酒饮三杯？秘鲁吗 ？Whisky，Whisky， 太厉害。然后那一天就第二天大概这个早上的时候，那个什么走道在睡大概十几个。然后新郎呢，一直等到大概都三杯，又要多几杯。大概四点请问，大概来闹洞房，还穿三条内裤在等这样。对，等到三四点都不让你来，因为没来闹洞房，还弄底瓦靠 Q， 你爸爸灌醉了，已经都躺在外面。你爸爸太准备太扎婆孙啊啦，我觉得很厉害的。那主持呢？你有没有主持婚礼？大概我做过大概十几场婚礼有了，然后朋友就都。不，假后倒修博，然后还有那种说我主持，他并没有给我酬劳，他就拿乐器来给我度，就是那个做乐器的老板啊。对，我喜欢。叫你去租起啊，但是一波钱他包红包。十几万的琴啊，他就用送的。哎呦，那不错啊。他卖琴啊。其实结婚有结婚有很多禁忌啊，你结婚的时候你不能讲去给你带点军官，你去给丢啦，丢啦啦。对对对对。不如卖神山。对对对，就是爱情切来切去啊！我万一当拢唱，演技要拄着恁阿娘，好不好？
所以一些歌名真的很重要。那有一天我看到一对新人，我就觉得很好笑，就很可爱。然后我在台上主持，那今天来欢迎那的新郎新娘啊，都是跟那里的男女主角出场。打那吼啊，婆想打个气咖呢啊，结果呢，这样走，哦，很漂亮哦，男的帅，女的又漂亮，这样。然后呢，走到他们的位置的时候，那个新郎就把那个椅子拉开，然后新娘呢 pose 也很好，准备要坐下去，结果呢没有坐到那个椅子。啊！咣咣，四脚朝天，很糗，尴尬，尴尬到不行。那个新娘呢，就一站起来的时候，就瞪那个新郎。那个新郎说：“我不是跳钢的。”然后就一脸那种就很无辜的样子。然后那从头到尾，那个新娘都没有，脸很臭，很臭，然后连吃都不吃。所以你会觉得，结果那新娘自己点一首歌，对不对啦？正式的场合，你不能有一点吐水呀。对了，对了，觉得很糗啊。哎，很糗。我碰到那个才，我觉得主持人是那一次让我觉得最尴尬。就人家也是结婚呐，啊，结婚你知道，有时候，哎，我记得在中立，那比较卡真开，他们都会请一些来跳舞，有没有？钢管舞吗？也不算是清凉秀了。清凉秀，清凉秀，对对对。跳钢管吗？没有，我斗笠不会，一定好像都没有穿才对啦，哈，还不至于。他有穿吗？可能就是比基尼啊。你所说的史兜利不是牛肉肠那种全脱的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顶多就是剩下三点是比基尼而已啦。比基尼到比基尼，那比基尼之后呢？第一首歌他一定有外套。有比我金钟奖那样子还要露吗？还露，他是三点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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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姐姐你穿牛仔裤啊？你是上面是合乎规定的，但是下面是不合乎啦。对，他下面是三角裤嘛。然后第二首歌完了之后，第三首他就下去跟这一些人互动，因为他要点小费嘛。来这边，哎哎呀，对对，他就下去了。下去了之后呢，主桌他一定不会去碰嘛，因为主桌都是一些长辈。那一定。好啦嘛，少年好吧，你吃地瓜是你煮起来，我煮起来啦。我看一定你在都有落去啊，主桌。下去之后呢，他就看到年轻的啊，或者是一桌都是年轻人，他就过去那跟他玩，那在那边 short time 那样扭来扭去。他要小费嘛？对对对，那。知道的人，他很简单，他就拿出来，就100块就塞在他的 money 里面，哎，对，塞在这边或哪里，或者是旁边内裤这边都可以。好了，两个之后到第三个，第三个他再上去这样，一样跳跳跳，捧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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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就是跳，跳了之后，这个男的是有一点面有难色，我在看有一点面有难色，我在台上，然后他你要怎么样吗？示范呐，你要示范，不然我们没感觉。重新你示范好了啦，我示范你跳啦。好了，你跳那一桌啦。示范你是那个你是那个小姐好了，然后你就在张克凡面前跳嘛。对啊，你是怎么跳？你证明。对，那他而且那这样跳不下去哦。对啊。哇，你真的是。没有关系啊，就跳。这时候你坐着，坐在这边跳了。这个男的老婆过来说，直接这样把他推倒。那个垃圾桶是新郎吐的，吐了三分之一桶，吐到三分之一桶，各种味道都有，因为他混酒嘛，洋酒什么高粱红酒、烈酒，还喝绍兴茶酸梅，但我也搞不出来，喝黄酒，哇，这长岛冰茶。结果起来，因为大家三三两两起来嘛，起来之后呢，突然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居然看到床上有一滩，不知道谁拉肚子拉在床上。